来呀来呀，干饭呢、哎，咱今天能干几条？哦，三条。嗯，长得很快的东西，我多打一个。刚回来的时候，大概就他的头这么大，头部大一点点。哇！这个长得比前面那个快，虽然前面那个看着大，但是体重绝对没这个大。这个我喂的好，那个太怕人了，就放到前面就我就自己钓鱼它吃就行了。怕人它肯定长得不太好。五条离球你还要我五条离球它还想要平头还要没了，就是这么多吧。嗯，真能吃。大孔雀，买大孔雀，你把它要拉出来了，不能放在这里。大孔雀它，小鱼仔呀，刚捞的，凌晨一点多了，估计，今天都捞的多，够吃一天的。